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在电脑面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，感觉我这个两眼都冒金星了。现在，你们猜我在干嘛？然后看了一下我们的视频，然后还看了一下产品。要不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是虎都男装刚刚发过来的产品表格。这是一条束腰的运动裤，这也是。然后这是新上的早秋的外套、卫衣。这是羊毛衫，一个羊毛衫衬衣。这个羊毛衫还蛮好看的，适合我爸。他们年纪穿外套、牛仔衣、羽绒马甲、外套，有这么多，看一下有没有大家喜欢的呀？眼睛都看花了是吧？还有长款的外套，还有牛仔裤，看。这个表格是刚刚虎都男装发过来的产品表，一些刚刚上新的今年的早秋款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款式呀？对于虎都男装这个品牌，大家有没有了解的？他们的衣服怎么样？价钱的话，确实我觉得跟官网的比，确实优惠力度非常大。如果大家觉得可以，然后有自己喜欢的款式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然后近期就来给朋友们安排一场他的专场。我们把价钱打下来，让大家可以多入手几件，度过这个早晚有一些有丝丝凉意的早秋。你们看一下我们的阿芝，睡眼惺忪，刚睡醒。我没有睡，你没睡吗？那你在干嘛？玩手机啊？登天花板。吃啥晚上？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。真的吗？确定？就我俩去。就我俩去啊？你这又有一点想法，又要把我灌醉。出不去。走啊，有好吃的我肯定去啊，走。快点快点，等一下，龙一轩就来了。你们当妈的都是这样吗？每次出去不想带小孩，都得偷偷摸摸的跑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别人，反正我现在是这样子吧。快点快点。上车，Go！到镇上喽，老地方，老地方。好，到喽。喝奶了。哎呀！这菜都还没上呢，就看上喝哪个了？牛栏山？你确定啊？我不确定，江小白吧，江小白小一点，我问一下，看着优雅一点。这个口味咋样？这是新口味吗？那我喝粉色的这个，粉色的应该好喝，草莓味的。一瓶吗？这是什么？黄桃。是吧？嗯，蜜桃。蜜桃。我知道你一个人可以喝这样的五瓶，算了，你给我拿一瓶就好了，你自己喝多少你随便拿。你拿这样一瓶喝吗？我那个找个纸杯子，慢慢的品。好，可以。我问一下，它这两种口味有啥不一样哦？好。哎，小北，这两瓶加起来要50多，要不我们就喝这个吧？这个是多少啊？我的20块钱。那应该那个好喝一点呀，那个贵还少。没事，毕竟我口袋里是吧，体谅一下。好吧，好吧，要不就拿一瓶这个也可对以。我来说也是品一下而已。啥都一样，牛栏山，42度。上次跟可儿就喝的这个呀，20多块钱，怕怕的呀酒。你怕啥？你最多就喝这样一小盖子就不得了了，基本上一大半估计都是我喝的。我觉得你在侮辱我，喝两盖子你信不信？我信你个鬼！我先喝点牛奶来垫一垫，不然喝不过阿芝，等会儿喝醉了。不会的，你放心。菜差不多上齐了，一碗梭罗，
一盘烧烤，一瓶牛栏山。阿芝喝点豆奶，垫垫肚子。我也喝点，垫垫肚子，开干。因为我中午没吃饭，所以我要先喝点垫垫肚子，要不然容易醉。哎呀，这话说的好酒量啊！你说我们两个人是会不会有点奢侈啊？你相信有我在能吃得完？店长，我想念烤羊蹄了，我想念炒年糕了。回甘肃就给你安排烤羊蹄。哎，这个羊肠还蛮好吃的，这个鸡菌的，我吃一口，还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脆脆的。嗯，别光吃串了，来，干正事。我可不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喝白酒？真的第一次。之前闻过的算不算？闻过的不算，真的这是第一次喝。我不欺负你，就这么一点点，必须喝完。我又把我的第一次给阿芝了。哇，这个味道！我闻到这个味道，我一想到它等会会从我的食道里面进到我的胃里面，我就慌得很。不用慌。实在不行，等会叫个代驾。骑个摩托车叫个代驾，别吹牛逼了，行不行？我可以不喝吗？啊，那都不喝了，吃。好吃。哎，小北喝吧。酒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说，你越不喝就越没酒量，你越喝这个酒就练出来了。你是练出来的吗？我之前我也不喝，我之前不喝白的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喝啤的。但是后来喝了我爸家的米酒之后，慢慢我就不喝啤的了，我就专挑白的红的喝，啤的我不喝。你说你要以后出去跟别人谈生意啊，谈什么的，是吧？你不能，有时候也不能带我去，所以说你自己得慢慢练习着喝，是吧？对，人家敬酒不喝，感觉有点不尊重人家哦。这话说的我好像必须得练啊，来练。这鸡爪好干呀。嗯，看好你哦，你看我。真的要下第一口吗？看这，你喝，我看你的表情。啊，有点上头。哎，相机架在这儿，这么多粉丝朋友在这儿看，不得不喝。赶鸭子上架是吧？来，好。吸气的时候都是辣的，啊，好辣。这个酒不好这样练能练出来吗？能，一定能，相信我。就是经常喝，但是每次少喝一点，是吗？慢慢的就越来越能喝了。悠着点来，悠着点来，我陪不住，我先吃两口再喝。早知道应该叫老罗来陪喝，他出去了。老罗也喝不了。老罗的酒量是可以的嘞，我上次是见识到了嘞。真的吗？嗯。就上次在诸暨的时候，啊，那个酒一杯接一杯的喝，我都惊呆了。嗯。看不出来呀。嗯。还是韭菜好吃，酒不好喝。这个酒确实有点不太好喝，但是我要是真的以后跟别人谈事情啊什么的，不得不喝呀。实在不行带上我。不带你的时候，就是你有事出不去的时候。那就视频来，你一口我一口。这是我的，你的啊。你看还有这么一点了，加油干，奥利给。喝完它就撤了。喝完它你骑摩托车还是我骑？你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你骑还是我骑？我骑吧，你把命交我手上。
哎，喝啤酒打嗝，喝这个不打嗝，爽不爽？嗯，这就是应对了一句话，你不喝我不喝，中国好酒往哪搁？这个酒虽然说不好，但是马路牙子是让我们睡定了。可是有今天晚上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说倒满这样的一杯有二两吧。喝酒有没有技巧啊？技巧，就是说怎么样不容易醉。你说技巧的话，我觉得啊，就是有一次我跟，就是那是好几年之前了，我跟我朋友他们在 KTV 喝，那一个晚上啊，我们玩骰子，怎么喝我都没有醉，可能是因为我提前喝了奶的原因，就是那个纯牛奶喝了一点，然后就没有醉。我觉得这个酒它喝下去在口里面很绵，跟棉花糖一样。不，但是喝下去的时候又很辣，这个地方辣，这个地方辣。胃，那是胃。我跟你说。就那一次我们不是在喝那个甘肃的时候喝那个世纪金辉吗，我觉得那个酒才真的叫绵软。阿芝一个人喝了三瓶世纪金辉。三瓶没有。人家都喜欢喝酒，我觉得喝酒跟喝药一样，比中药还难喝。啥都别说了，都在酒里面。酒，甜。所有的开心、不开心，所有的不愉快，什么都在酒里面，喝吧。你现在跟我说说，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凉，烧。头晕吗？脸很烫。头晕不晕？头不晕。胃里面烧，正常，这都是属于正常现象。赶紧吃吧，赶紧喝。想睡觉。回家再睡。你现在睡到我那把你扛回去啊。你以为我跟那个时候背罗一背一样把你背背上？你先吃，我睡一会儿。不想要了，睡吧，来。行，那先搬。这是几？一，这是二，没醉，来，喝吧，一口闷。哎，我喝不下去了，我也烧得很。你多少，我多少。为了练酒，为了练酒量。喝。这个酒，我觉得应该现在应该买拿那种30块钱一瓶的那个牛栏山牛。我的天，好烧啊！我也赶紧吃个东西，我呼出来的气都是辣的，我感觉。真的。来吧，姐妹儿。还有多少啊？不多了。我还想吃两串韭菜。让他烤，不是喊。老板，再烤两串韭菜。还没听到吧？听到了，可以啊，来。因为我们有个哥哥，是我好朋友。妈妈，那个男的是我好。来吧，你那句话都在酒里了，就这点喝完，我不陪你了，真的不陪了。还有这么多，你自己喝，我不喝了，行吗？我给你倒上。我也帮着。喝多了，酒都不让帮他倒，全洒我脖子上了。来，最后一点啊、哦！我跟你说，他到嘴巴里面的时候没感觉，咽下去才有感觉。酒没有不辣的，我跟你说吧，你以为跟电视剧一样，人家一杯一杯一杯接着的喝，到最后人家还不是一样在躲在厕所里面吐。
我觉得电视剧里面应该看着是喝的酒，但是喝的是矿泉水。那我不知道，要不咱们去演一部电视剧看看。还有最后一点，还有最后一点，喝完就撤吧。干了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哎，这人吃又不能吃，喝又不能喝，你现在在呆呆的想着啥呢？啥也没想到，里面空空的。是不是老罗走了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感觉一下子不适应了？我不想跟你说话。那你要我骑车带你回去吗？回去吧，我真的好想睡觉啊，睡一会儿。回去要不要我给你搓个澡？只想躺着睡一会儿，我真的现在眼睛就闭上了，就是几？二。啊，那还好，没有完全醉。耶、yeah ！那我们走吧。